刚才左耳朵痛了一下啊，左耳道里痛了一下啊。左边耳朵里痛了一下啊，我看到一个人骑在马上，马没走，没往前走路啊，也没往后走，也没往左，也没往右，就站在那边，就站在那边，好像像撑在电梯里的感觉，那个马就四平八稳的就往地上降了，好像是在电梯里面似的感觉啊，那个天马上坐的人啊，现在他们就是。垂直往下到地球上来，好像是撑在电梯里面似的啊。因为我们那个高度太很高的时候，突然降落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耳朵里面痛的感觉啊。现在就一样的症状，一样的症状啊。好，知道了，这是另外一组那个天人和天马啊，从天上下来啊，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，再见啊。